陆小璐虽然不是我男朋友，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俩臭味相投，他是臭流氓，我是女流氓。要滚一起滚！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大夫说我明天就能出院了。那我也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明天我就能重回二七局上班了。真假的？嗯，那恭喜你啊！哎，你之前不是对我回二七局不满吗？怎么现在这么高兴？嗨。 想明白了呗，你能干你喜欢的事儿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哎，果然挨顿打，人都不那么讨厌了。哎，马上就快到中秋节了，你打算怎么过呀？我不过。为什么？自从去了孤儿院之后，就没过过中秋节了。 秘书长，一个工作饭局干嘛搞这么神秘？总之是你的贵人，是大好事儿。到底是谁啊？进去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吧。今年多大了？23了，跟小毕差不多年纪。<笑>听说你是大学生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我是大学生，但是只有毕业证，没有学位证。什么意思？ 毕业前我不满意学校分配走后门，跟领导冲突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。什么意外？我把校长的头打破了。不瞒您说，还因为这个进了局子。一个没有家教、没有学历、人品低劣，还有人生污点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我？ 你们口中的人生污点，那是因为他替弱者出头，伸张正义，这是人生的污点吗？这是人生的闪光点。像你们这种眼神不好的人，一辈子都看不到。口气不小呀。你是谁呀？打哪儿来的呀？我是陆小璐，白兰的男朋友。这是我们家庭的聚会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 陆小璐虽然不是我男朋友，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俩臭味相投，他是臭流氓，我是女流氓。要滚一起滚，走。白兰，我问你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承认我是你的男朋友？那天晚上，我们喝醉的那天晚上，那又算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在你心里边？ 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吧？<笑>那天晚上是我喝多了，所以不小心亲了你一下，我给你道歉。对不起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替你道歉吗？我那天晚上，你亲了我，我们还……你不会以为咱俩那个了吧？ 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傻。哥俩好啊，三星照，四喜财，五魁首，六六帅啊，七个巧啊，八仙双，九连环，十二六。你知道上次我们俩打架那个事儿？ 就是，他居然还提前来找我，非要跟我打个赌，让白兰回二中去测一测。不过，你得输。这傻子，他明知道就算我肯定。毕志刚，卑鄙！毕局长的儿子毕志刚，你知道吧？ 我来找一个女孩，个子高高的，应该就在她身边呢。你帮我去看一眼啊！哎，小璐，白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，别说了，跟我走。哎，白兰，你怎么会去舞会门口？我恰巧路过呀。他撒谎。 我没撒谎，你就是撒谎了。你还说你打不过小毕呢，你故意输给他，
就是为了让我怀尔兴许吧。我真没有。说吧，还有什么事儿是撒谎的？我承认我是说谎了。我就是生气，我就是着急。我看见你跟毕志刚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。我问了好多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儿，结果门口保安大哥又不让我进去，说我没有什么邀请函，我只能在门口等啊等啊等，好不容易把你给等出来了。是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但我还是想在最后争取一次。我想请你跳支舞。你没事吧？还不晚，不晚。走，去溜冰场。以后每年中秋节，我都会陪你一起过。你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你有我。还有朋友，以后还会有家，会有很多很多小孩。我希望，当我们都变老的时候，你还能记住今天，有一个叫陆小璐的人，陪你过第一个中秋节。那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？荣幸之至。